在最新一期播出的《芒果 TV 少年可期》节目中，蔡国庆询问范丞丞拍戏近况，首次担任男一号的范丞丞感叹拍戏没有想象中的简单，师父蔡国庆建议他找姐姐范冰冰补补课，没想到范丞丞却长叹一口气，连连拒绝说谁都行，就是不想让他给我弄，特尴尬，不想让他看见我。丞丞最近在拍一个古装戏是吧？我都看到宣传了。对 ，Number One 吧。啊，是。但其实拍戏挺难的，没有想象那么简单。找你姐姐，让你姐姐给你做补课。这谁都行，就是不想让他给我弄。特尴尬，你知道吧？就不想让他看见我。而当被海涛问到拍戏的周期时，程程的回答也是引起爆笑。这拍多长时间？三个月。已经拍了多久？四天。才开始。芒果捞新闻，程程真是太可爱了。报道。